是多人也可以，只是就不一定每一个题目都会轮到你。好，哎呦，大家都过来，这才是正式的参与，没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再给一些新来的观众以及新来的发发迪叔伯伯，没玩过建筑大赛的说一下。等一下呢，他的游戏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要先出题，那出完题呢，接下来你就会轮到建筑时间，你会拿到别人的题目，然后由你来去盖。好，对，那盖完之后呢，大家都盖完之后呢，就换。你会传到别人建筑的里面，然后你会猜他盖了些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子，以此类推，然后会比个三轮，那我们最后就会看看，哎，到底原本你的题目最后会被歪成怎样。好的。那或者是有办法完美的传承下去，那些人都可以结婚了，好吧。哦，哇！哎，不对，传承下去的话，这七个人都会轮到呢。那这样的话，七个人结婚，七个人都结婚，是不是？多元成家，多元成家啊！哦，多元成家是不是？哦 ，OK。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哎，等一下啊、哦，我看一下啊、哦，是不是没有弄好？哎，别人发生的算吗？今天发生的这算啊，我说别人发生的，别人的、哦、应该主要还是跟自己有关啦、啊、就你有参与到我有参与到别人发生，还是其实是你是当事者，但你不敢说是自己，你说是别人，不是不是，这真的很好笑。你会撞到题，我觉得你不会撞到题又觉得很棒就可以出，可以，绝对可以，绝对可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第一题我们就来说这个发生过的八七或者是糗事，但是在跟游戏有关的，好吧？跟游戏有关，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八七啊，或者是糗事，越八七越好，越蠢越好，好，博君一笑，好不好？好，好的。跟游戏内有关哦，字数不限哦，字数不限，对，好。啊，建筑时间也是不限啊，但是你只要建筑太久的话。你就会被同才，有同才压力，还要多久、啊、记得建筑我们这个都要用原版的材质包，然后你不能改字，你也不能用命名牌，就是直接打字上去在上面、okay、不能有文字出来，对对对，不能写出文字，数字也不行，对，都不行，要用建筑、嗯、用建筑的方式来呈现， OK， 好、嗯，那就让我们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哎呦，要讲什么、啊？好紧张哦！哎呦，蠢事啊！曾经在游戏里发生过的蠢事，越近越好。要怎么写？游戏你现在有一个命名牌，它前面有个铁站，你就可以把命名牌放上去哦，然后就可以出题。对，好的。我就打最近的啦，原本要打更之前。更之前的，可是我觉得我之前讲过了，就不能再打了。好不好？有人没有听过啊？嗯，太快了，太快了，慢一点啦！好了，就打这个了。我怎么打字？放铁针上面，然后那个加的左边嘛、哦啊，然后上面那个命名打字啊。我看不到，我在外面复制贴上看看。要怎么打比较好、啊、你要把那个、啊、命名牌放上去啊、哦、没放上去是不能打字的、哦、不是点它右键吗、哦、你命名好了吗哦哦那哦我看到了、啊、你要拿点铁针原来要放上去对对对好了我好了你笑太开心了吧自己的粉丝这么嗨啊我觉得这个可以 再拿出来讲一下建筑大赛建筑大赛啦按 enter 吗那还是直接拿下来就好拿下来嗯啊这样好像太多了然后对建筑放在右键有了有了 I'm OK 有三个了三个了三个了你没命名到啊、欸、要命名那个中间有一个电扶棒，电扶棒，你要点它，用你那个命名过的点它。你要拿命名牌点它右键。就两个铁针中间不是有一个箱子？啊，有一个灰色的。哎、欸，有一个你走在区域有没有两个铁针？
啊，有了，哎哎，有了，有了，有了，来了，靠北，有没有？接下来太难了吧？等级的上方就会看到你的题目，那是创造模式，你可以尽情的拿东西来看。是该拿头颅啊？可以拿头颅，可以拿头颅啊。好难哦，反击哟！我是杰克的，可以真的？我怎么呈现啊？好难哦！看谁？哎，等一下，我怎么拿？你按一啊！创造模式会不会物品难打开？有！有没有玩过创造模式？好久没盖了，有完了！人家这好难哦，好难哦！是谁哦？好难哦！然后你对话框会看到你是盖谁的题目啊？嗯，哎呦，天哪！这个是要怎么盖啊？我要盖小一点，不要盖太大，不然太累了。哇，我好像盖太大了，算了，盖大很累哦。记得哦，基本时间是一题十分钟哦。好，超过就会 diss 你哦。那我全部要同一个色系。迪叔要多久？我要给我一个小时吧。哇，这么久，好难哦。盖盖盖，没有，你要想，你就算盖的再好，下一棒也有可能直接歪走啊，对不对？歪啊，对。哎呦，好像这时候就很会指令哦，哈基。你怎么知道我在打指令？哦，靠指令呢？哦，那、指令才呈现出那个完美的感觉啊！完美啊！完美、欸！巧克力这个题目这么棒，我一定要把它呈现出来。哦，你哦，白痴哦！来，大家投入。这个问题我也是不懂，为什么会以为？这也太狠的了！没事啦，没事啦。天哪！哦，现在才终于盖好一个面呢，我的天、啊！好难哦！想一想，时间现在已经快200秒了，鬼。好难啊！怎样？你是盖好了是不是啊？没有啊，我不抱怨啊。鹦鹉，咕咕咕，咕咕咕嘞，咕咕咕，大喜啊！我笑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在写我，可我觉得怪怪的。谁会写你写自己啦？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我也有发生过。完了，你被 diss 了。你这只是你自己太敏感了。他发在做谁的、啊？我不知道要怎么看。他没有写啊。他说你要写你的题目，将谁谁谁的写下的内容尽可能是盖出来。他只写请盖出奖了。那个你要按 T 对话框打出来啊，还是你聊天室关掉了啊？他又关掉了，你关掉了。我看到，我知道谁。你盖谁？我是写哈记的哦。然后我觉得特别眼熟。怎样？好强的故事，你们哦，你们。有吧，这个有像吧。我有点后悔，应该盖小一点了。刚是讲了没？
我盖完之后好像哦 fuck 你就不信呢、啊、没有想现在改还来得及，现在改还来得及哦、好难哦！这东西要盖出来不难，但是要表示那个意思好难。对啊，哦，它盖很大呢。嗯，哦。哦、oh, ，他有那个哦，两、oh, 一半，哦、oh, 哦、oh, ，哪个？他可以指定，该错，指定人偶，我们要有自己做好了。指定人偶，我就是你可以快点下，然后用那个那本书上面可以用那个人偶修改人偶之类的建筑手册吗？对对对对。我以为这是 building game， 原来是指令 game， 各种靠指令。哇，这国文遭遇不好的 也会盖错哎。不是不是，他是我刚才盖错了。文言文写文言文，他自己怎么写文言文出题？子曰，子曰。应该是哈基约、嗯、有没有这样有点像啦哦盖几个人啊波波什么东西我要盖几个人啊头颅头颅头颅就完事了没有复制没有吸啊他有一本书可以直接拿大家头颅、哦、真的你可以拿很多个人这个意思要怎么解释啊一个啊、哦、哦，他长得像吗？我看一下，我把他怎么盖啊？盖超棒！我盖超棒。哎、欸，那不叫那个名字哦。嗯、我觉得可以了我好了我好了哇那么快了吗快哇这是意境这是意境完了我接下来又完蛋了哎、欸、卡一下卡一下嗯我想用错颜色了不描不描这怎么呈现呢？完蛋了！哦、我觉得我太厉害了哟，这可以完美啊！用指令的，都用了指令，要可以啊！你这个 要呈现有点难啊！啊！哦、对，你是我的。哦哦哦！这应该可以了吧？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因为比较单纯。他爸爸好了之后，最后面有那个钻石砖，那边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对了。啊完了，我把它打掉了。等一下，我打掉了，完了。你是钻石砖直接打按左键打掉？没有，我把它的按钮打掉了。按钮就再放一个按钮。哎呦啊呦，你有建筑完成，你有建筑完成。哎呀，我打掉了。你说你完成了？我完成了，可是。我放不上去的按钮，你也打掉了，我也放不上去。
按了，你右边已经确定了。哦，我确定啊。我知道。你跟发法同样没火啊？没有，我按他右键，他就碎了。按右键就对了，就是确定了，没有办法反悔了。我确定了，确定就是确定，有没有办法反悔了？完蛋了，我在干什么？呈现那个是不是？干嘛啦？我发现我盖错了。刚刚不是说文那个吗？国文造诣不好的还是什么的吗？是指你吗？记得呼吸啊！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只能这样盖了，我觉得我已经盖得不错了。这个要议会出来蛮难的。没有没有，那就是你的问题。我的话是没有，这样应该更好呈现出来了。然后放一排这个。哎，建筑十分钟喽，十分钟数字可以吗？什么？建筑盖数字可以吗？尽量不要啦，这可以，就是看你的题目内容。嗯。比方说有什么你是真的是汽水有品牌啊，你把它盖出来那就没办法。嗯，哦，代表你也盖得太厉害了。题目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就是实体过多，这个我们摸着良心盖，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还好。啊，好了好了，我盖好了。钻石钻石钻石， OK， 快点言语压力我。哦，我记得杰克以前每次都是盖超久的，盖很大半真的很麻烦。对啊，那你还记得你每次盖很久，然后就下一棒就直接歪了。至少没有，至少盖出一个还不错的作品了。没有用，没有用啊。你花越少时间，人家猜出来，对不对？更有成就感啊！好，好了啊！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哦，好久哦。好，就这样，就这样。哦，我觉得没有玩过那个游戏，你完全不会意会出来。哎，白色，我是在杰克后面，啊，怎么又是这个类似的东西啊？啊，你用力想，巧克力，你帮我想出来，拜托，它好难。什么，啊？可是你盖的是很厉害呢，欸。哦，这个我知道，欸，哎，还可以这样盖，好好哦。啊，我很久没玩了，我忘了。啊？你干对呢，波波在你后面呢，你在干啥小？是什么啊？哦，我懂了。哦，我金 XYZ 干嘛，啊，什么啦，这蠢事大家要记得要尽量猜蠢的。这是什么，我不太懂，等一下。我也不太懂。我不理解蠢在哪耶。欸，这可以看出是谁盖的吗？不行。可以可以可以。你一定是看哈基盖的啊。对，欸，对耶，对，你就是一直接续在他后面这样。嗯，不是吧？这感觉怎么蠢啊？这应该是某个比赛，然后结果发生什么事？哎，你不能全部透露出来，你这样你干嘛要讲出来？你怎么有点想出来？不能讲，不能影响到后面。好，我很抱歉。你就只能这是什么东西啊，干嘛呢？这个很有天分，然后也猜的过程也不能看聊天室哦，不然人家会剧透你哦。这怎么了？聊天室都很有猜的。我不懂，我不懂。我这样子
这样，然后这样，对吧？是吧？感觉是哎、欸，拼错了。N I， 那叫什么？我也忘了。哈哈哈！哦啊！等一下，那时候我好久没玩了，我没关系，还有时间，我想想。有了有了，我知道你是怎样的蠢，但是想说事发经过，我再想一下。这个是谁盖的啊？哦，想一下，这是什么？这在要干嘛？你还把哦，这样把那个弄出来。欸、这盖的很好哎、欸 okay. 好可爱哦、喔、OK、欸、他在夸奖你耶哦哦谢谢盖的很好哎、欸啊、谢谢有你猜测有没有谢谢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哎、欸、你要赌多少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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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应该是这样吧？是多还是少？我想把名字打太长了，不过算了。我想帮他加帽子，帮他加帽子。就是黑色的人嘛，头上戴个帽子、啊，感觉是这样哦。红色、白色的帽子，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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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你在讲什么，我要好了，我好了，对，你有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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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对就对了，对。哈哈，哎，这么小，哎，不是玩游戏，怎么又变成生活了？什么啊？不是啊，这个能这样子直接。怎么有生活啊？这个我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完了完了完了What the fuck？ 你可以的，他是你可以的，没玩过啊，不会玩这个啊啊！你们不是都在玩？我以为你们都在玩，我没有啊，这好难哦，我也没玩过这个游戏。至少你呈现后面那个就很难。好好好。玩下他不是怎么有生活的跑出来了已经有生活的跑出来了是不是哇哦这个很简单耶完了难道怎么盖他不是没事没事、欸、我会帮你呈现出来的放心你要知道我在 Bobo 后面哦OK 我会尽量帮你呈现出来的那呈现一个很帅气的嗯哼我怎么把他的手举高高哇这要怎么呈现记得啊好就这样好粒子效果粒子是不是可以靠粒子效果那有没有音乐啊粒子音乐等等等等盖小一点好了等一下说就盖太久觉得这颜色不是很好，颜色很好，干你屁事！对，干你屁事！讲一下，你刚刚盖那个东西，我看到整个很傻眼呢。哦、oh, ，我盖错颜色了。哦、oh, ，所以不是那个东西哦，是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你讲的跟我讲是不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东西。没有没有，我觉得一定不一样。一样啦，一样啦，不一定不一样，一样一下啦。
这超难。哦，盖这很伤眼睛呢。好了，我盖好了。哎，你要盖这块，给我认真盖哦。啊，这题目就这样子啊。你盖谁的？这个是迪叔的啊。啊，是我的。啊，很荣幸啊，是我的。是我的耶、yeah！ 你说是我刚第一个盖那个吗？就是你刚刚出的题目会延续给波波的。哦哦，对不起，那是可是我家好像只有出一个题目。对啊，对，只有一个。只是等到那个等轮、啊、等一下，刚刚有人不知道，然后这一轮是出那个吧？出生活的吗？对，我刚刚有讲啊，是游戏啊，游戏啊，游戏先啊。可能他们游戏会不会有人就是开游戏拖到现在的？对啊，我也在玩游戏嘛。对啊，他搞不好游戏人生嘛，对不对？游戏人生。刚刚所以刚刚没有人写题目吧？没有写到生活类题目？没有哎、欸，没有没有哎、欸，没有啊，那是应该，那就是啊，没事没事。你怎么会是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没有好像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想到会不会有人没玩过，然后想说，等一下怎么第二轮的是要出生活的，所以就直接就写生活题目，写生活的这样。对，哎，那我应该没有做错吧？我完全忘了我刚才做什么。没有没有，这都跟你玩。你刚刚是看到什么，然后就是回答什么对答案这样子就好了。嗯，对。OK。啊，要换颜色吗？这颜色好怪哦。算了，都改了，我不想猜了。没事啊，巧克力看得懂的。我可以啊，我可以啊，可以啊。你刚刚的我都懂了。对啊，到了，我要盖那个。嘿嘿。哦，这是铁方块拿出。我跟你讲，完美呈现啊！怎么感觉好像会歪啊？反正一定会歪嘛，早歪晚歪是不是？早歪早歪跟晚歪而已，晚歪。歪歪歪歪歪歪，好，盖得很棒哎、欸！我觉得每个都说盖得很棒，很棒哎、欸，很棒哇！可是我觉得一定猜不出来，要对，因为我已经不知道了。绿色没有 Alice 的头可以拿啊？有啊，哦 ，Alice 没有，只有那个。是地府的，将就一下。叮叮叮叮叮叮叮。哦，好难哦，好难呈现哦。差不多了吧，我觉得完美呈现可以啦。可以啦。欸，我怎么是 O2 啊 ?02。欸，书里面的东西要怎么用？我按了什么？迪书？什么迪书里面的东西？书里面的东西，我里面的东西哦，我看到了，我把那书弄掉。好了，那东西要怎么盖？不记得哦。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他没有讲啊，他只是呈现嘛，对不对？我照题目盖。哦，我在。我在
哭啊，那我不知道重盖哭啊。哎呦，动到花束。哎，完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盖。没事啦，我连这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子，我都不知道。这样才会用，好吧？是这样。等一下，要多久？等一下，题目我突然抓到 bug， 靠！题目怎么了？没有那个量词，怪怪的。对不对？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你有注意到了哈？我的妈！对，你拿到的时候是这样哦。我看到的时候是这样。我跟你说，哎，好像对，哪里怪怪的？哪里怪怪的？看是谁的题目怪怪的啊？我不知道这一开始是谁的啦。哦。可以哦，剧作完成吧。哦，难怪哈基，你刚刚说数字哦。哇，这好难啊，不能打文字。哦，像这样装成功完美，简直在改装啊。哦，我可不可以那样这个会打的应该够吧，够吧，这个我不知道会。好了，这样子吧。哦，完美完美完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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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十分钟了，要求按下去了，按下去了。等一下，我快好了。等一下，一分了，等一下，太好了，最后加工。最后加工，我们就看谁那个啊，球要多久几次啊？累积三点是不是要请客啊？杰克，我从一点到现在是这样啊，你目前累积一点哦，你要注意哦。好的，就这样，就这样。我觉得不可能那么多。等一下，真的很难。快好了，快好了，我把这个盖完就有了。虽然我觉得盖完也不见得看得懂。完美啊！好的好的，我讲完。好，猜题时间。猜题。什么东西？啊、你加油！我真的。啊，好难。
啊，为什么有透明的？这个好难，这什么东西？哎、欸，第一个应该是墙壁怎么会透明？墙、欸那個、壁不用透明的，会看到下一边对抗体的。那个墙壁是对的吗？哎、欸，对，怎么会透明的？墙壁用到透明的。所以我也是看到透明的哎、欸欸，我有看到透明的耶、哦，不要看就好，不要看就好。好好好，那什么都是这样的，可能我后面有一个透明，对，那个不要看，不要看，对，不要看后面，不要看后面，看眼前就好。好的，可能有设定调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哦，什么？哈哈哈哈哈！你这盖了多久啊？什么？我干很快，杰克，这个我真的不懂了。没事没事，那个我也不懂，因为他题目就那个，我就是照着题目盖，你就看到什么就打什么吧。好的。这是什么？现在我不就不太懂了。游戏里耶，感动了。好，这是玩的。这好难啊！什么东西？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蠢事哎！我在猜这个。蠢事是很蠢吗？我觉得这不蠢啊。什么东西？有这个八七啊！我就觉得这个八七这个很酷。这应该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哎、欸，啊，这好难哦！杰克，你前面一位是谁啊？我前面是我、啊，我前面是凡希，啊，我前面是包包，那、啊、是我的吗？没有，那题是从包包开始的，所以跟题是无关。OK， 好难哦！啊，猜题猜题，速度速度，有啊，太好了，什么？啊，是吧？哎、欸，哈基，你不是在我后面？对啊，你怎么不知道？我不懂你墙上的是什么鬼东西啊？还是你那是化蛇天族？好，你知道化蛇天族好不好？我都是想要提示的。化蛇天族完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要来乱猜，乱了吧？我就用这个意思来。啊！我乱猜了，真的看不懂。当事人你怎么会没印象啊？游戏里的呢？都有你了，我没有，我就说他其实感觉有点到生活去了。哦、oh. ，我好了。有、哎，变成现实的游戏了。啊！这给我，这给我三十秒。你再给我久一点，你再给我久一点。完了，杰哥，你不要乱猜一些奇怪的哦。好啦，好啦，等一下子。你是不是要弄很奇怪的？可是这没有很蠢啊，这哪里蠢？有可能他觉得很八七，嗯。对他来讲很八级，你要想，这已经是盖过两轮的东西了、欸，有可能歪了。对，已经歪了。我尝试歪回来。好，可以可以。啊，我也歪回来。怎么丢仙姬球、穿女仆装之类的啊？哭啊！那个超过两年了，那超过两年了，不行。好，就这个了，就这个了。上啊，杰克！等一下哦，等要补个字哦。啊，大气，大气。这个我不懂，这个不懂。有了。第三题喽，这个要速度哦。哦。有啊，你这个很 OK 啊，啊好难怪会有数字哦，白痴哦，这也太难了吧，这个好难哦，好难哦，最后四个都没有，这个是谁写的？这个好好笑，爸爸，你衣服什么颜色啊，爸爸？哎，
粉红色吗？红色吗？蓝色。他吊带裤、欸，吊带吗？吊带裤。对啊。什么颜色？我问他什么颜色？蓝色。蓝色。不是因为吊带裤，他肩膀那边有穿插颜色啊。我问他什么颜色，他跟我讲吊带裤啊。这是个颜色吗？我自己想要来乱一下，好难哦！你乱吧，快就好，快就好，我们就要快了。陀螺，比特有在玩的，就是你们几个啊？这样。哇，这难怪会有点数字啊！哦，哎呦，反正我是帮你翻回来的，你好猛哦！我不知道，我乱写的，就可能依据最近的事情而已。依据最近的事情，这么厉害？对啊，我怎么笑笑？不是自己的糗事吗？怎么会出现非相关人士啊？我哎、欸，他真的是那样，我没办法哦，我没办法。他就我看到就那些东西，嗯，结果是把隔壁的都糗事都搬出来了吗？哦，我要先发不自杀声明，不自杀声明，他逼我的，他一定能够了解我的。我要来发挥艺术天分了。哎，怎么呈现这个感觉？哦不！我最近少一个，可以啦，简单玩耍，你完成了，好快，头颅盔甲做嘛，那么简单。投入盔甲做真的只能这样子了，我天哪、啊、可以调盔甲做，可以你看呢。它是可以调什么、啊，我是没有用它里面的功能去调啊。我是自己打指令调的。好厉害啊，会指令就是不一样。好了。哇，太厉害了。会盔甲做就是不一样。哦，我可以让他手改变哦。哦。你是要面对他用是不是、嗯、啊，他拿我的书。他不加武德。他不讲武德啊！我讲可不可以、欸？好啦，就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开，我好难过。算了，不用了，这样就好了。算了，这样就好了。啊！你都说这样就好了，我是不是不能开赖球？你们都说这样子就好了，我是不是想歪你？你本来就该快的，你已经听一次牌了，你已经听一次牌了，不 OK 了，要快哦。好，我插最后一个。
OK， 我也好了。啊，这个。好的。你要好了，你要说还没。我好了。欠打。想来多加点什么。噔噔噔，那个是叫什么？忘记了。叫什么忘了？哦哦哦哦！我的包，我的包，我的包。嗯。好了，我好了，我好了。浅显易懂，多讲。浅显易懂，浅显易懂。上头吧，这样就 OK 了。我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浅显易懂啊？我觉得有吧。最后一个，不要不要最后一个，给我点机会。阿基，按下去。阿基，不要。那虫啊！不要，你继续打你的指令，拜托。你继续打你的指令。怕他会死哎、欸，他好像会死哎、欸。会啦，不杰克会死。不是，我是说我召唤之外的东西，他会死，所以我想办法让他活着。不会吧？让他活着是什么东西啊？对。会吗？等一下哦，我这个很快。哦，不要不要，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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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slow slow slow slow，、哎、quick slow， 不会死啊，没事啊。啊，我应该改成那个吼。不用这样，嘴巴那个真的不用这样，顾一下，不用这样。Let's go, time is money。我们还有下一题，等一下我让他活着就好了。他在下活着吗？等一下，这样啊啊啊！那方块在哪里？嗯，没有在正中间呢。好，这个可以，正好 OK。好，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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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最后的，找到了，没有没有，哈奇最后，哈奇最后，我还看到是杰克的，嗯，那怎么又有这个？哎，这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哈奇？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这什么东西？这应该是什么游戏吧？为什么只有你不一样？哦、是啊，干嘛？是什么？我什么时候对他啊？我知道了，什么东西喷？啊？你问我为什么不懂？没事，我也不懂。啊？这应该……你后面是会飞的感觉？怎么啦？OK， 好的。那蛮明显。这干嘛？这要干嘛？我自己想法好了，我照自己。干嘛？然后那种他后面这样子多弹的感觉，那怎么？
哎，为什么他脸有两面？这应该是那个没错。哦，那这个我懂了。那这个我懂了。如果啊，我知道，如果是，像我不没有印象有这种事情。没有印象有这种事情。哦。短。那种相片。哎呀，这要干嘛？这要干嘛？哇哇哇哇哇哇哇！这能符合的，你就只有这个游戏了。嗯，你这游戏很符合，但不懂。没事，方法不懂。是什么啊？这是什么？狼人杀有吗？这是什么？飞耶！怪有喷射背包耶，帅！喷射背包，哇哦！喷射背包，上一次又是圣杰克，哎、欸，这个。我觉得他不蠢啊，没事，你就看到什么猜什么，猜题没事。哦，乐，接下来，哇，啊，为什么？没关系，来，我们现在大家不要动，我们一个一个看哦。好，首先就是我，啊，奖金争夺战啊，打错最多的 BOSS， 没有僵尸王打僵尸王。哦，右边有3000，3000，3000。然后这个呢？哎，他怎么没有写是谁盖的？这个谁盖的？是谁盖的？我盖的。然后，哇，这边有写3000，3000。哦，你这个旁边好猛哦，这可以啊。对啊，明显。奖金争夺战最后一个 BOSS 打错没分。哭啊！这是谁盖的？他盖的？我盖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本金就是本金哦。对哦。哎，你的很不明显呢。有啊，那个红色的，不对不对，没分没分。你说的电子逻辑原来是这样哦。哇，原来是这意思哦。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你能理解我吗？你看有机，然后你说的对，逻辑很特别。原来红色是叉叉哦，然后你看这逻辑，这队的装备最少用，然后你看其他队，哇，有这么装。这个游戏最后是，但没有任何装备，其他队伍满装。下一个，这是谁盖的？哇，谁盖的？繁星盖的，我盖的。这真的是吃鸡游戏。OK， 我们三个一对。我想说，应该是 A 配置的吧，那一区的吧，然后就盖你们三个了。这是杰克，我不懂就看不懂啊。我就想奖金争夺战，我就。不是，怪怪我们队伍是小雨，没有哈气啊！不是、啊，我以为是 Apex 啦。哦，你说杰克哦？我没有猜的，你猜过？啊，猜的 Apex 有毒圈，外面有毒圈。对。不是，我觉得反应盖的是这样的。我都说杰克猜这个，我们没有三个人。没有，我想说，就你看投入，他都放这三个，你就好吧。我这以 Apex 来说很像呢。嗯。完了，歪了。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就不好说了，迪叔。啊，我不错哦。我觉得你可能盖个叉叉会比较明显。再来，杰克出的题，玩日麻要自摸，不小心按到取消掉。哦，这是我盖的。有没有四个人打麻将？日本国旗叫日麻。嗯，三张白板，两张三筒，摸了一个三筒，有没有圈跟叉？然后他选择了叉。哦，而且是三个饼干那个三饼哦，三饼，
没有打任何字。这是谁盖的？这我盖的。爸爸盖的。哇，全都是白板呢、欸。全都白板。我觉得这会歪哦。迪叔，麻将拼盘到我输了。这个没有很久啊。这个很近哎、欸，很近哎、欸，有哎、欸。输没有很拼盘久、啊，还差蛮多的啊，差蛮多的。对啊。拼牌输很正常、啊、很正常啊。早玩麻将 ，sorry。下一个，这谁盖的？宝宝，宝宝，宝宝，我盖的。为什么我盖的？这是什么东西？你题目是麻将拼牌，但输了。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表达说麻将拼牌。你看看前面的人的麻将，你这是在干什么、啊？前面你干什么还不错啊！你要说表达说麻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是看到这边那么一个眼，有没有一个眼，一个眼，一个眼，有没有一对一对一对的？然后这样、啊、你居然可以猜出是麻将，也太猛了！没有他，因为他旁边这几个颜色，想说哦，巧克力这边三个一对，然后三个又一对，然后这边又一对一对一对的，然后想说，嗯，就只有波波摊牌是炸胡吗？没有，你看哈奇这个就快自摸啦，对不对？听牌了，他会。因为你的颜色也不是，你这也是五色牌什么之类的吧？哎呦，我妈怎么表？颜色都莫名其妙。三三三，又、就是、比如炸胡，炸胡。然后还有这个，我还有放这个。你要死了！自摸按到取消变成炸胡了。哎呦！你怎么死了？你怎么死了？我不知道。繁星出的题，玩日麻有人听了自己杠的牌。对。哦、oh~ ，我那时候跟干爹玩嘛，他就是杠了自己的七筒，然后又单听七筒这样子。哎、欸，这个超难盖耶！我是干他，我是想说是杰克盖的，我辛苦你了。嗯，但是我猜成另一个打日麻，我想说有宝牌的感觉，有没有？嗯，杠了四张宝牌，结果小相公，因为他是出牌的啊。嗯，那三张三张。感觉少一张啊，对吧？我觉得我没有算牌，我那时候就只是他打出那一张，不然他就少一张啦、啊。他、嗯啊、这个啊，代表他摸牌啊，所以我想说少一张。哦，少一张小相公，没错，那一张是宝牌。他进的人怪怪的，我帮你调。这个人不错呢，不错，打掉。怪怪的，怪怪的，他自己盖的是吧、嗯？对，就是上面有没有上面三张宝牌嘛，是吧？应该三张吧。嗯、我没玩过日麻，所以我不知道宝牌是什么。我想说，我去看那个网络上截图，宝牌上面三张啊，就三个，随便选三个，然后下面这样子，嗯、正常是一张还是？好，一张也好。哎呦，刚四个宝牌哦，然后自己少打一张，你结果还打错，结果，爸爸，什么意思啊？爸爸有一张白板打出，结果打错了，这结果结果打错了。他打错了，他一个问号啊，然后打错了，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玩过。我以为他打出来了。我的意思，你这个题目有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啊？白板打出，结果打错，所以什么意思？就是他这边不是有那个吗？空白的，然后我以为这是白板，然后他就个问号，然后打错了，看不懂。没有玩麻将的人都不懂啊。最后谁盖的？哇，迪叔盖的，这是二筒二筒二筒白板，二筒二筒二筒白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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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白板打出来。对啊，这样把一对的牌打出来。这就这样子，从听了自己杠的牌变成把自己的牌打出去。这都有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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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蠢蠢 ，B O B O。没睡饱，跟队友生气气吵架架，不是你这哪里跟游戏有关？没有，这跟游戏有关啊！我在玩游戏。我想说你没有讲什么游戏，你可能补充一下，都在游戏中。玩什么游戏？对啊，你这游戏你在哪里？什么游戏？跟队友？什么游戏的队友？这个盖的好可爱，这谁盖的？哇，繁星盖的，繁星盖的，好可爱。哦，你题目出的很烂呢。我好嘛？不合题，丑一，丑一。好，波波没睡吗？起床起床吧！哎，完美
是这个夹子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个是太阳公公。太阳夹子啊！还没升起来，有没有？还没升起来？太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对太阳公公。太阳公公不就长这样？没有，真的有点难意会出来他是太阳。太阳，我说他是太阳。我想要生活的、啊，因为我听你们说啊，波波没睡饱，然后把太阳为什么比我身体还小？大妈特骂，嗯，就开始骂人。我补完游戏进去里面了，游戏回来了，太阳。太阳，我想要夹子，那睡没睡醒，然后拿夹子夹人吗？夹嘴巴，夹嘴巴一个，怎么会回到麻将？怎么变麻将了？我盖了，新盖的，不是不是，我盖了，爸爸盖了，盖了又变麻将了，有像吗？有像吗？还行，起床气，打牌输了暴怒，没睡满八小不能跟他打牌。哦 ，BOBO 游戏，我找到了游戏嘛？看到现实游戏不算。下一个迪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以为的？没有啊，就刚开始玩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我可以穿鞋子，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么多只脚穿了一定很可爱啊。哇，这个好蠢哦，迪叔！啊，这是谁盖的？我盖。你为什么墨鱼是长这样？你可以解释一下吗？不是，你就把鞋子穿上去啊！等一下，墨鱼穿八双，可以让八双哦，是八双哦，十六只脚哦。我刚刚叫我盖到后面的八双，十六只脚，八双十六只脚，哎，十六只脚，哎，哇哦！他这边放八双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杰克盖的。哦，那个也 Nike 是不是？哦，是 Nike 哦，这是 Nike 啊，公司倒过来了，倒过来了，是 Nike，Nike 哦。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下面这个像什么？啊，你说这个吗？对，就马桶，我不知道什么。你没有跟我一样觉得这像什么吗？不是这样吗？是熊猫啊，是熊猫，奇怪哦，有没有？我想说是熊猫，然后箭头，然后这个墨鱼感觉在飞天，有没有？蛮像熊猫的，团团是打勾，倒过来打勾，团团墨鱼飞起来，那个好好笑。最后是谁盖的？乌贼不见了，我盖的乌贼不见了，是不是？我把乌贼推出去的。好，然后他自己盖的，好吃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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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怎么感觉猜题要猜糗事，怎么猜到这个了？哪里糗了？哎，我看不出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吃啊，好吃啊。等着让墨鱼飞起来也不蠢啊，很蠢啊！题目很蠢，题目很蠢。八戒是什么？你啊，爸爸自己。哦，这是我盖的。公屏打错了啦，爸爸。频道屏，频道。F A F A B A B Y， 你得知错字，你好。你各种错字，你的迪叔盖的，对 ，X Y Z， 哦，对，你盖了哦，对，然后是我猜的，欢乐因为只是小天使天眼冰吧，他还不是天眼冰呢，你在，他那没有，可是他以为是 U H C 啊，哦，是 U H C 啊，欢乐 U H C 啊，因为人很多人，那个迪叔，你知道那个波波跟你不合，对，真的。哈哈哈哈也不容易理解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呦，繁星盖的啊，繁星是盖这个欢乐 UHG 小天使天眼兵把自己的坐标打出来，哎呦，发法有没有？天眼兵然后打出坐标哦，那杰哥歪回来，我觉得你好厉害哦，我就想说，我想说应该是这个吧，我就把。
掰回来。哇，你怎么猜回来的？你用两秒的盖出来。两秒，用两秒盖出来。错误显示啊，错误显示。因为想说 XYZ， 我要打一下 XYZ， 钻石的点位。钻石点位。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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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拿阿九九射了两个弹夹，然后射在他的队友身上，然后打了，九怎么都打不死哦，队友，有点什么，射在倒地的队友身上，想说怎么打不死？呀，我还把他跪着。哎呦，射队友，射队友。你说哪来的我？我就是看你们一直在射啊，我想说是你把他射死了，可能反过来啊，我一下射我怎么了？还有这里有蓝蓝的，我想说应该是比较发发一点吧。蓝的就是八法，蓝蓝的也是哈士。哎呦，这是他的那个盾。你的迪叔对我有怪怪的想法？没有，冷了。哎呦，这是谁盖的？我盖的。这个头，你是错了啦，你是下面。对啊，巧克力把妈妈射死。可是我觉得你后面这个多余了。那个不是，在后面吗？有没有？你后面多余了。然后杰克盖这个，替身攻击，没有替身攻击，哎，哇！我就想想说这个金色的手，而且你看他背后，他背后这个感觉像是喷射的背包，喷射的背包。我后面就乱盖，我又看不到他的图案。我想说这歼灭二，哎呀，召唤师，召唤师，我的没印象。用黄金僵尸打爆背包，虽然我没有完全没有这印象。啊，好害羞。都走替身啊！迪叔啊，什么东西？不是，我说错了。阿九九，然后就被巧克力跟爸爸。大家可以扪心自问，觉得最雷的是谁啊？我们都可以好好记得，等一下好好听一下。我只能选我自己了。哇，吃麻将喽！是吗？麻将吃掉，吃掉。咋玩的？替身功。那我刚才想说，我要看哪个角色啊？我刚刚找了好一阵子，你知道吗？替身攻击都出来了。那是你的问题，你概念他当然歪啊。白痴哎。他那个为什么没有显示啊？建筑的那个谁盖的？谁盖的啊？最后啊，奇怪的，爸爸才进来，爸爸才进来。哈，哪里？后面，这里后面哦，好。那也是最新的啊。接小时显示当下建筑时间，我还有按哎。哦，不知道。问作者，有一点小的 bug， 然后刚才那个两秒那个也怪怪的。对啊。好的，那我们接着下一题。刚刚是游戏里的八七，嗯，现在是生活日常生活出去玩的哦，日常生活的曾经发生过的八七或者糗事。好，已经讲好。近一两年的，近一点的，不要太远。近的。对。近的哦。
我想到十五年前的，十五年前要近一点，要近一点。十五年前你还记得也是很厉害。那墙壁变玻璃是这边条吗？对，墙壁为什么会变玻璃啊？不知道，它都变得很缜密呢，明明就没有现实。那个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预设的。方法你不用来看，你看不懂。你去把结果的结写个一百遍。等一下方法在我错字也算丑。哎，不然你就打、啊、玩游戏打错字。我觉得这样有个冰雪、欸、这很难呢、欸。你刚讲什么？轻点。对啊，其他都没变。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日常生活最近一两年发生过的最八七最蠢的事情，要讲一个真的很糗上礼拜的事情。上礼拜、哎、很新哦，真的很糗，目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真假的？哎呀，来个下马威了。啊，好难哦！不是啊，是盖不出来的那种好笑哎、欸。那就是猜题的人要，好吧，哦，建筑跟猜题的人要加油，好吧？我交给后面的人。哦，好糗，这让我真的很糗。这个是好糗，这超糗，这个真的超糗。啊，我可以给他改吗？你可以把他杀掉啊！可以，这样可以。哎，哦，他也出好了，我实在是太久了、啊、哦。哎、欸，等一下要盖快一点哦。好好，努力十分钟。好，咋混进呢？哦，哎，确认一下啊，确认一下，李叔，嗯。你还没按，你还没那个、啊、哦，你是拿在手上？不是，我刚刚以为我不用出题耶、欸。那个你不用出题，不是我刚一直在外面，然后有一个气一直把我往上弹了，我以为我是不用出题的。气往上弹，你为什么不用出题？你每个人都要出题啊！你要啊，你白痴、啊！你在哪里？你现在是现实在哪里？很糗很八戒的事吗？对，我很快。很快，你说很多很多司机可以写，很快很快。他说：“啊，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我不是不用出题吗？我第一输哎。”哈哈哈哈哈！我不用出题啊。嗯、等一下哦，先不要开始哦。我词句改一下。尖叫声！你说你投下去，杰克就叫了、哦。不要按了哦！我很要，你要叫了吗？好，可以了，这个要多久、哦？哎呦，我是盖繁星的哦！啊，你完蛋了！哇，哎，这个好难哦，好难哦！什么？我尽力。哇 ，OK， 这太难了吧？啊，可以了。我看迪叔的，太难了吧？我看多少元素出来啊？他是打一个故事出来，是不是？要快哦，那我要来乱改了。
好，这个应该可以跟他们讲。白这个头，我还是觉得很白痴。哇，这个是不容易盖呢，真的不容易盖。哎，完了，不行不行，我想一下啊、哦。哎呦，现在用这个感觉就比较 low。 有，现在没有在 low 不 low 的，现在能盖完就好了。能盖完还是要这样。这样怎么，哎呦，好难哦。这会盖谁的、啊、我的繁星的好难哦，我盖超多元素出来的啦。哎，这怎么为什么换你获得黄金？黄金金矿没有耶，没拿到，没有看到了。哇、哦、这怎么盖？我很抱歉，我好想哭哦。应该是这样盖，还原啊？这要啊、哦！天哪，天哪！大家都哀嚎。好可爱，然后哎，有哪些比较像箭头的？这个好了。哇，我觉得这题那个好难哦。还好吗？不对，他没有这个东西。你说迪叔没有那个东西吗？迪叔，你什么东西？是啊。什么东西？你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他有啦。然后迪叔也有的东西，也没有。完蛋这样应该可以吧？叫！时间过一半喽！啊！这个啊，这好像看不太出来耶，怎么办？我没事了，看不看得出来是歧视了，这是你好厌世。
哦，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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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意境满满意境满满，我怎么呈现这个东西呀、啊哦、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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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专业的来。完蛋。嗯。完。到底要怎么叫出头？那个拿书本可以按书本，它是直接变出来吗？要、yep. 嗯，到你身上、欸、没有变有一堆书哎、欸、啊，你要这样投入是不是？对啊，它、啊、不是有一个建筑手册吗？对啊，第二页有一个所有玩家的投入，点下去的话投入就有了。哦，变本书哎、欸，自定义玩家投。那你身上，你看一下你身上包包上，你的快捷键是满了。哦，对耶，对啊，它会在你身上。你点一下开物品栏，然后点右下角的那个，感谢，你就会看到全新的世界。嗯，这样子，好 ，OK。啊，完成。啊、怎么显示这个东西嘞？歪呀、啊！做怒的图案也太难了吧？啊！不可能做出来啊！各位，再加两分钟，不要、oh ，我听不到，我听不到。Oh.听不到、嗯，真的、啊，赶快啊！要怎么表示啊？尽其所能的干。歪就歪，超难的呀！哇，天哪！啊啊！等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啊！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好，就我要请自己，我的下一家自行想象，加油！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这个是该它有。他有几个？四五个哈，这个也太蠢了吧！我超强，我不是最后一个。哇，你谁？你都在打啊？啊，韩吉跟迪叔啊，我快好了，我快好了。还有40秒，不要逼我，还有40秒。哈基那个真的辛苦了，你才知道。哈基，我好的。哇，那还有20秒，我等我一下。啊，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这个下一个猜的辛苦了。OK。啊，完结了。啊，为什么？这个好可爱哦。哇。感觉怪怪的哎、欸，繁星，他记得题目啊？哦，感觉怪怪的、欸，这可以吗？这可以吗？我总觉得怪怪的、欸，就是那样子啊。我知道了，这个盖的很好，这个盖的很好。不要想他是糗事，他是糗事，他不是蓄意的事，他是糗事。这是糗事，什么东西 ？Oh my god， 这什么东西？蓄意的。我觉得不太行呢、欸，他是糗事，他不是蓄意的，他是糗事，想不出来，自然的反应嘛。
没有没有反应啊，他没有反应啊。不是啊，他是说你的你的皮，不是他在猜我盖的啦。啊，完了完了，你怎么有反应？有反应，你有什么反应？你不要乱讲话，还猜我盖的啦！看起来真的有一点反应啊！我跟你讲，等下再看答案的时候，我再盖一次我。你们这样，波波，你是我的下焦啊！对，那你等下会期待你，期待一下你的题目哦，期待一下我的题目是不是？我不还是不懂啊，这不懂啊。完了，为什么要坐牢？坐牢有没有那么恐怖啊？什么最糗的事？哦，嗯，我懂了，我不懂。哎、欸，这台好可爱、啊。我猜得很含蓄。字不要打错，字不要打错。结果我想要打另一个兽嘛。问号。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很抱歉。你是你太难过了吗？像我这个猜题非常的好不好？还好吧？含蓄吗？对呀、啊，变得含蓄。嗯，糗事糗事。我看到血流成河。血流，没有没有，那是车速过快，必须要踩下刹车。这么刺激的哦，我的天、啊！我跟你讲，故事里面有你哦，宝宝。哈哈，假的，这么刺激哦，太可怕了吧？李叔换你，李叔就是你了。OK， 十分钟盖哦，不能超时哦。是什么、啊？怎么、啊、不行啊？反正真的啦，不是这糗事，这个反正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还活着？问到，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还活着？谁？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还活着？哦，这是不是啊？问题说，我说他蛮幸运。犯罪啦！犯罪，我真的觉得犯罪了，真的有那个东西在啊！我们的粉丝很开心耶！哈哈哈哈哈！那个眼角贼啊！好难哦！难盖，简单盖，简单盖，简单盖。九尾你盖，我猜这个这怎么还活着啊？你那是怎么活的？我是这怎么可以放出来啊？这不该放出来啊！这个关回去，关回去。嗯。啊，小屋就好，小屋就好。爱的小，不能盖太大。哎，放烟火哎、欸，是不是？照理讲，这不是应该是 ，bang， 怎么找不到那个材质哦？在这了。啊！他
这好难哦。这也不是重点，所以看看。怎么议会比较好啊？怎么自己调控自己？酷吧？到底是谁啊？这样子有像吧？哎、欸，那个东西是在哪里啊？哦，找到了。还有时间可以的，哇哇哇，要没时间，要没时间，重点，这不是重点、啊、这个这个怎么开啊？哦，我的天啊，我不小心把书删掉，哭啊。你在叫啊？你在叫啊！你在叫啊！哦，你是说那一本书是不是？嗯，你就在叫啊！叫啊！你在叫、啊！叫啊！叫啊！叫啊！杰克！你叫、啊！怎么了？没事，我不知道要怎么干。嗯好烦！会会，哎呦呦呦！哇，这个怎么呈现呢、啊？你说怎么放这出来的题目吗？有没有犯法的啊？要犯法了。犯法？我觉得我题目好多都跟 Bobo 有关，为什么？为什么？都有你耶！天啊，真的耶，都有你耶！那我也太蠢了吧！你是每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哎。不想你，你那个名流千史，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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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流千史的话，遗臭万年。咻！接下来是要加关键的了，关键的了，最后的配料 ，X 吗 ？X 香料，这个算吗？什么？你们这群菜鸡们！哦，杰克，难得你完成了哎！对啊，是哇，你们这群菜鸡们！咻咻 ，bang！ 我很好奇这个球师他怎么还活着？他是很严重啊，很严重。我觉得那个球师他怎么可能还被放出来？他还有被关这么严重吗？有。三百年前的糗事了。我在 Google， 我在 Google， 不是真的。小时候真的有这件事。在 Google 了。
主管要上新闻是不是？上新闻。是，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差不多啦。没有这个，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行耶，你就说他，就你了，这选择是你啊。啊，好了。哎呦，迪叔好了，太快了。你这时候就说，哼，一群菜鸡。一群菜鸡啊，没有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哦、好像太多了，把它打掉一些。好了，这样就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我放弃了。爸爸 baby， 快了快了，相信 Bobo 可以体会出来的。正是我吗？啊，就这样。对，又跟我有关了，是不是？跟你无关，但我应该猜得出来我这个什么。欸、等一下，有一些是歪到，时间快到了，哎、欸，是我，时间快到了，时间快到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按那个要多久的那个了？哎、欸，换不换了？换人了，哎呀，风水轮流转，他也是在梳理造型是啊，广播通知哦，可以改村民的，哎呀，好了。Cool， 按下去喽，按吧，来，这个一点都不蠢啊！哎、欸，真的，这怎么还会活着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是啥小？我看不懂。完了！啊！这是啥小？这什么？这什么？嗯，What the fuck？ 应该是这样吧？Fuck？ 这个我应该懂哈基。有题目类似的，是不是要重现一下？再做一次糗事，那假的？那遭殃的是，就是撞题的那个人啊，受不了！法法哈基 ，OK， 好长哦，应该是这样子、啊、很难嘿，我完全看不懂哎，没慧根。这样，对啊，应该是这样。好，这样子吧。这样吧。他怎么活下来的、啊？大概感觉我们俩就这样吧。怎么又是这个？重复了耶！重复了耶！哦，有撞题是不是？我重复了，对，撞题，要再重新做一次一样的哦，要再蠢一次哦。重点是真的，这怎么活下来的啦？对不对？对啊。你好猛啊！别看你很猛哎、欸，你对啊，你超猛哎、欸！你怎么活下来的？谢啦谢啦，我很猛。这是什么鸟题？这什么奇怪题目？我那是题目很鸟啊，爸爸。很棒啊！蛮鸟的、欸。
哦，这个其实可以盖很快。我想要把它完美呈现出来。对，最后了。哎，我刚啊写打写错边了，不好意思。嗯，我等一下看一下我自己多强大好了。你超强的哇，你不得了呢，超强的哎、欸！天哪，吓叫！我跟你讲、喔，是吓吓叫、欸，吓死人呢、欸。我觉得后面中间是谁在陷害那个杰克，把他的。杰克，你到底是是不是有人想臭干我？有人在搞事，这是有水鬼啊！这样子好了，好，这样这样，嗯。Yeah. 这个还好吧，我觉得这个不蠢，这是事实。哦，怎么会发错？这是事实，对啊，这是事实。等下看一下我们秋西郎，秋西郎，秋西郎，哦，秋西郎，秋西郎。箭头的那个方块，那个在装饰类，动力触发动力。那、哦、谢谢。动力触发动力。为什么我要调向我要的？你说是这样？哇，我盖大哎、欸，好，这次来盖大一点啊。那、啊、这里怎么断了？我盖大一点好吧。哇、哦，它转弯了，打起来。棒棒棒棒棒。哎、欸，好像有了。哦，吓死人！怕你们太专心，你干扰一下。啊，就。哈哈哈哈OK， 好了，好了，太快了，我要做好扯哦，旷世巨作哎、欸，旷世巨作，对啊，到最后了，做一下旷世巨作嘛，没事没事，我这里也是旷世巨作，不行，这好怪。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啊，我旁边看到在。哇，波波，我们最爱你了，波波。现在才爱我，太棒了。啊。我只是想爽盖，啊，题目有没有正常，我就不知道了。
怎样？他卡住了。吓死了！轮流啊！怎么办？最近变天，保重身体。真的，最近温差很大。真的，温差。哇，他卡住了。我怎么把生物给杀了？他杀不死。拿刀啊！你不是有他有一个第四不是有刀哦？哦，原来是这个哦。这样子，这样子。Sorry。嘿咻，剩下三分钟。应该这样就好了。OK， 算了，这个不要，这个太要了，要一下了，又有 YT， 不会了。哪是不歪题？是我内心中的恶魔。你说团团吗？我说是团团，时不时对你终结技。哦，白痴。好的。哟，太快了，剩下110秒。我已经做到波波，不想把波波做很完。哇，怎么回事？不是，他做太多次波波了。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真的做很多次波波，不是不是，你也做很多次。你是糗事代表人呢、欸？不是啊，问题是大家糗事跟我屁事。你会参与其中。你是说我每次都要求是我们生活中的许孝顺呢、欸？哦，是是啊，哇，你们最棒的那个哈，嗯，太白痴，头皮发麻，啊，一分钟，哟，杰克又换你了，当然。我们要快的意思，就剩一分钟了，就剩一，我们要快的意思，不行哎，我觉得这个歪掉，我不知道怎么盖哎，没事啊，我已经歪了，我只是想少盖而已。等一下，他头还没出现，等一下，他头断了，等一下哦。好人好事，帮你补个头，帮你补个头，剩十秒。一十分钟了，哈基杰克，这是旷世巨作，不是要请吃饭。杰克丑三，丑三了，这不是还蛮正常的事吗？你说丑三吗？你说请吃饭吗？不是啦，等一下啦，他断头啦，等一下，等一下，不要以为你活过这种神秘的东西就可以这样子、喔。神秘的东西，好好奇什么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让我补完这颗头好不好？让我补完这颗头，你现在看得到了，不用急，不用急，敲敲敲，偷偷盖几。没有，你看现在49分。哦，对，等一下还要看，还要揭晓，我、啊、要大家要发表感言。我等一下准备好天蓝色羊毛示范一下。
浅蓝色羊毛。他记得题目，直接示范呢？对啊，撒回你的题目哈、哦。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当场示范哦。你被看到示范吧？你被看到那个啊？这个我这个应该也不能示范。那是叫声吗？对。就要开始想要吃什么了。你要不用想啊，不用想，真的不用。买了，不用吃那个，吃哪个不用？波波想吃的可能不一样哦。好好讲话。嗯，说明你想吃香草猪啊，对不对？香草猪，香草猪。来台南带你们去吃一下啊！我想寻找我的许孝顺，许孝顺同温层，所以是说那个香草猪真的很难吃，然后就找人带一起去吃这样子。对，然后同意我啊，说你看很难吃吧，因为还有香草味哦。嗯，嗯，可以吧？我知道会不会被店家告吧？我傻眼。到处宣传人家，你知道啊？你就是这家很难吃的那个店家哦，这样子、啊。不是啊，如果店家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帮忙提供记录档。没有，可是他其他、哎、店家不好意思啊，这边的记录档啊，我还帮你标时间。对对，就是在这里他说的这样的话啊啊啊！完蛋了，人家是大，我们都曾经试图阻止啊，但他就是这样讲啊。嗯。哎，然后就这样，随便。应该是猜不出来了。哇，我装题了啊！好像很可爱耶。啊？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啊，这是谁？这是什么东西？我不晓得是谁。这个也没有到很久吧？这是糗事，可是这是怎么变游戏里面的？你变到游戏里了？对啊。又回到游戏里，又走回到游戏了、啊、这刚看过不是吗？为什么？就说有撞题啊！你好像在喝马桶水哦、喔。啊？为什么？我看不懂，我看不懂这个，我真的看不懂。啾啾啾啾哦，你们好了，好快哦！啾啾啾啾，也有啾啾。他不是哎、欸，啊、哦，对不起，我只是想猜一个。好吧，先我真不太懂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会多加一根啊。啊！啾啾，他就会改你的作品，把他屁股打出来。不行啊，等一下再来啊！他现在是跟毛毛虫一样，把你想打人家屁股的欲望留着，好，结束再来。我把他脚，我要把他脚掰开，那些脚是连在一起的。直播嘛，脚当然连着啊。B O B O， 我很笑，我真的看不懂他这是在干嘛。没事没事，你那个你看到什么打什么就对了。看到什么打什么吧。我知道。你看到几个方块就打出来了，有没有？对，我看到好多方块。16个白色羊毛，然后这样子清单列出来。哇，可爱呀、啊。OK， 好。你盖的超可爱。OK 。哎呦，冻死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东西？哎，我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怎么会出现包包？为什么？我在外面呢。没事，没关系。哎，我来了。首先，杰克出的题，这是谁盖的？我盖的。
是啊，要北上买高铁票，在最后当天才发现票买反了。对，原本应该是要买台南到台北，结果买成台北到台北到台南。哦，难怪你会活着。哦，原来是这样哦。自己很难的呀。这个伯伯，你盖的，我盖的我已经很经历。你看这边是南下啊，北上啊。你看这个盖怎么了？不倒不倒南下北上。南下。你输哎、欸、我尽力了但是你说你也稍微想一下他还活着、啊、我想说可能是游戏里的吧不是游戏的啦活的你说你是不是想要诅咒他我没有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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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你知道了吧蓋的阿纪我盖的是我盖的阿纪盖的哇这断轨好跳、哦、哇断轨啊好猛啊断轨断掉他云霄飞车但铁轨断掉了真的是不像我盖的哎怎么车车在上面了卡住了单车还有狗，断轨了，断轨了！岩浆好玩哦，怎么的？好玩哦，好玩哦，好玩啊！那还意外吗？意外啦！你怎么活下来了，杰克？没有，这都不知道，歪的全部都是底数。杰克还你知道吗？你说意外的车好玩哦，好玩。杰克你怎么活着？杰克，哎呀，这好可爱哦，很可爱。我刚刚要骑车出门，可是连两次都忘记带摩托。可是那两次我不知道怎么盖，我就这样、来来回回。杰克盖的，然后开的，然后钥匙在里面。嗯、哦。哦哟，哎呦喂、欸，爸爸你走多蠢，太少出门了。啊，那你最后骑上车，你有记得戴安全帽吗？我好像也没有，太不记得。哦，最后记得钥匙就忘了安全帽了。对，又回去拿了一次。接下来是爸爸猜的。我猜的小绵羊机车，绵羊 哦, 哦，是这样来的哦，哦，小绵羊啊，小绵羊啊，机车小绵羊啊，原来如此，啊，啊欸、这是阿基盖的，是不是？这个羊车吧，这只羊车吧，不是我盖的，不是我盖的，是谁盖的？你盖的。底书，底书，我们小绵羊，我不知道小绵羊长怎样，我只能这样啊。知道我们的小绵羊是五十，小五十啊。你还真的是绵羊机车啊！绵羊机车，我好猛啊！底书，我发现底书是建筑大师哎。外国人视角吗？外国人视角。他自己开的，出门开着自己的天竺车。哦，难怪他机会玩。哦，是繁星盖的。哎，这好可爱哦，好美，超可爱。这是天竺鼠车车。你变成开车了，开车出门玩，把钥匙车钥匙弄丢，只能看人家 biu biu。天可怜呐、啊。小绵羊，小绵羊，不行，你也太神了。哦，这是我发现超糗的。我之前邀请波波来我家做客，结果害他喝酒吐到整晚。我觉得超糗，因为这样以后谁还敢来我家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糗。哦，对不起，这真是太糗了。哦、I'm sorry
明明是谁盖的？我怎么盖？盖的很好，盖的很好，有啊，不错吧？一目了然。我从上面看下来，哦不，你好会吐哦！明明是我糗，为什么是你糗？你要苦力怕哦！我邀请人家来做客哎、欸。迪叔以后不要不敢来我家玩，可以来的。好糗哦！不要吐瓜。我想说，为什么我是自己盖自己？为什么？哇！所以这个盖的是谁？干嘛？自己盖的。那很多球啊！这你自己盖的啊？对啊。你好会盖啊！哇！你好会吐啊！哇！哇！哇！神还原呢？谁烂饿？迪叔是有多饿，喝到吐啊吐啊吐啊！对 ，T W O， 最后这是谁盖的？阿基盖的，我盖的。你看，你想不想帮我把屁股打开？没有，我很内疚，我就让他喝醉。等一下，为什么要全裸吗？你看，对啊，而且你的下巴，为什么你笑那么开心？不是哈基误会哦，哎，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不 OK。原来你那天在我家马桶是这样子喝水，刚一度很像在喝马桶水。天哪！到底你哪里糗了？明明就是我在糗，你在糗什么？糗啊！我们在笑啊！错，我们在错，我们在错。我很糗哎、欸，这样以后真的大家都不敢来了，你都不懂，真的好、欸，默契良好。哦，反星座这个超难，这个看不懂。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过年，然后就是 我们那时候在过年，然后就是说，突然我姐就问她女儿说，哪个舅舅最凶？然后她躲在冰箱后面偷偷指着我，你最凶。我说我干我屁事啊。就是你们那个繁星一家嘛，所以兔子原本这个前面是小兔子，它长大了，大家盖太久了，那就写说繁星欺负兔子，是不是歪了？对，歪了。为了不让繁星看到可爱的小兔子死掉，把兔子塞进胸口。为了不让繁星看到可爱小兔子死掉，把兔子……难怪爸爸在后面没有见呢、啊。箱子也有剑啊，没有漏啊，他没有吐漏。他还会有伤害药水跟虚弱药水。没事，是我盖太弱了。没有，你就是强势嘛，对不对？然后弱势，对不对？哦，对啊，就是伤害啊，他被打了，难怪后面变成那样。小兔兔告状。哇，这谁盖的？我的，我的，杰克盖的，繁星。你看什么啊？兔肉，兔肉，然后我拍的某人背着繁星砍兔子，其实这变游戏了，你知道吗？这变游戏了，对，很可怕。没有，而且都可以这样子的呈现，我觉得 BOBO 你 是做过，还是杰克？没有。Oh.对，爸爸只是看说兔肉在冰箱里，我猜的。你最有皮革这件事情，你做过、啊，好像都发现了些什么，怪怪的，怪怪的。下一个，这个是什么怪怪？谁盖的？我，李叔。哎，解意明了，哎。有兔子皮变皮革，可是没有藏啊！你藏的动作跑下去了。没有，你看这句，我原本以为要藏起来，可是他这句话不是说把它变成皮革，就是藏起来。你看某人背着繁星呢、啊，他背着有啊，他背着。我们没背对背啊！哎、欸，真的背对背，他们背对背。拍MV哦，背对背拥抱。啊藏兔肉呢？藏兔肉呢？啊，兔肉就是把它做成皮革藏起来、啊。是兔皮，不是兔皮。兔皮做成皮革，兔肉藏起来。哦，兔肉，哦。没有藏到忘记了，我知道藏到忘记了。藏几个的？怎么讲？那都是我
玩的时候，想说，我兔子就是穿，就是因为我那个扣子已经掉的啊，只有拉链那样子，扣子也不会掉啊。就想说去那边逛的时候，因为拦着人就是皮嘛，我就抱在胸前。啊，那钩子刚好勾到我那个拉链呢，啊，我就掉了一半下来。哈哈哈我讲一下，我原本是这样盖的。我原本是这样盖的。好大哦，很大哦，我就改回去了。然后你再改成你刚刚的，你再改成你刚刚的。哦。然后我猜的，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有没有，好像是放在礼物箱里面。怎么不行啊？这个不行啊！没有，你要送给 B O B O， 对不对？原来是这样。哦，那这个包包怎么来的？为什么包包？对啊，要有一个人看到啊，被看到吗？我被我看到。我想说，应该不是现实，可能是你梦中有没有？包包好瘦、好帅、好高，让他竟然有恋爱的感觉哦。还好你们，我想说让你很有感觉，再加个恋爱好了，嗯。什么东西？你这个是已经那个美化到不行了，你这是跳过那个礼物盒了。因为看起来就好像你把某个东西放在礼物，然后给Bobo啊。没有，我就是拉链，还有内裤，还有内裤，好吧，内裤还在。阿志，你玩的不累好猛啊！我内裤还在。要不然换成那个，他自己哪天送礼物盒，我也不敢猜。对，这个下一个是谁干？我干的。180耶，好高好帅啊，很高，180公分。可是没有感受到帅，那怎么办？我没感受到帅，我就很尽力的。我还没有只是说是身高还是什么。哦，把恋爱的感觉呢？有爱心呐、啊，有爱心、啊，是我没有意会到。如果你床要怎样盖？你什么？睡眠被的层呢？不要讲了，这是哦，包包盖的。会不会没那么矮吧？你的这个长高跟繁星开的一模一样、啊。对啊，你是偷看了、啊。啊，不然怎么看？165，165变185。有啦，这到底是对还是错？这题怎么变成？对啊，我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梦？这一梦到我，这也不是糗，是啊，梦到这个也不算糗啊，很糗、欸。我原本猜的算很糗吧？还是你觉得那个不糗很真实，很 real？ 没有，我觉得你把它描绘的太好了，就变成不糗了，你知道吗？很糗、哦。下一个迪苏。超难的，我跟你讲，超难的，这个真的不是犯法的故事，难怪后面会变那样。哎、欸，我真的猜对了、哦，迪叔，你这怎么回事？就是有一天我去买面，我说老板，我要一个大碗的麻酱面，他说好、啊、一个大麻，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惊，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这件事，然后就被听到了。那警察对你干嘛了？对你怎么？没有，我就跟他讲了，他就觉得很好笑，他就走了。这麻酱面看起来很好吃。哇，他去改了这个，真的加了大麻，车子大麻，面里加大麻，加大麻。Oh my god！ 加了大麻。啊，怎么是繁星？他怎么会有我？因为繁星出题，我就盖了繁星。啊！然后这边有没有警察？警察局，这是警察局，警察局，警察的标志，警察局，这是警察的标志，这是警察局，这是停机场吧？这停机场，停机大楼停机场，这 GTA 大楼停机场，对呀，完了，不是牛。反正你只说面嘛，我想说牛肉面嘛，对不对？牛肉面，面包的面嘛，大麻吗？这是面里加大麻？伊利呀，伊利也是毒品的、啊，毒品啊！伊利是算鸦片的、啊，不算大麻。他还没加工过了，对，完了，没有办法，比较单纯，我错了。
抢回家的原子。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肚子了？啊，我也给他家人啊。我懒得干啊。牛肉面长牛排，牛排，牛排，牛排了。啊，满心要点牛排，服务生送来一堆。哦，哇哦，哦，不是，哦，你看这边是牛，然后牛排，这边一堆肚子，他们要吃牛肉啊！等一下，不是我的问题吧？你的问题？那你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示，因素因素。你为什么在我家马桶睡一整晚？怎么了？你要说一下事情呢？啊，你不是厕所又吵？没有，大家不知道，你要说明呢。啊，不就是因为喝到吐了，吐到不行了。哎，怎么没有关键字？迪叔盖的。对。我在睡觉。哇，这感觉只是单纯睡在浴室而已。对啊。有，我原本丢一瓶水在这里了，被捡走了吧？他就有加工哦。哦，有梦到哦。就是那件事情嘛，这大家知道了，就猜这个事了。哎呦，好白痴哦。嗯，环境改了，简洁有力，可以。我猜的。一塌糊涂，大傻眼呢，喵喵。大傻眼是怎样？用你的视角啊！哇，你爸，你这个盖的又哇哦！我今天在盖波波，盖到我不想盖了，原来是这个。我靠！波波，你进化了！我进化了，我超进化了 ，mega 进化！结束了，结束了，哇！这样我跟波波是有点撞题。对，你们重新一次、啊。那所以我们要重现这件事情，好久、哦，天哪！波波，你还愿意来我家吗？当然愿意了，怎么不愿意、哦？对，因为你要呈现吐的部分，我呈现邀请你的部分。我明明就是出题说睡一整夜，你们又要吐。啊，大家都知道那件事嘛，就往那个方向猜啦。你只是睡一整夜，对，后面又变吐了。好白痴、哎！小绵羊好可爱啊，小绵羊可爱。杰克的那个也变得很歪，你还活着、欸？他怎么会变断轨？他这也是硬要歪歪到。我要去看小绵羊机车。好了，休息啦，休息啦，辛苦了，小绵羊。看到了，很期待下次波波再来喝到吐。快了，快了，快了！你要呈现那个、啊、在马桶睡一整夜。啊你嘞，你要呈现邀请我是是，还准备很久哦，还要饱受舆论压力，还要硬要邀请你，有没有？哦，我们下次其实去的时候，发现那个马桶旁边就放枕头了，最贴心的套组之类的，一整套的放，还有棉被都准备好了，暖炉。休息啦，辛苦了，辛苦了。今天是久违的你盖我猜，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然后后面刚刚 DC 怪怪的，所以我刚刚重进。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板新，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真的是蛮像普罗的啦，没有舌头的普罗。好啦，就这样啦，啵啵啵啵。